哈利路亚，我们在现场以及在线上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神带领哈，那我们四天的布道会顺利来完成，也进入了安息日上午的聚会，也是我们灵恩会的聚会。早上小弟靠着圣灵的带领，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苦难的操练。我们看约伯记五章第七节，约伯记五章第七节，新约圣经630页，五章第七节，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辉腾。苦难的问题是千百年来啊，人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的苦难？所以我们俗话说，哎呀，人生是苦海啊。但是更让我们困扰的问题是说，我已经信耶稣了呢，信耶稣不是有福气有平安吗？那我为什么我信耶稣了，我还是遇到苦难？那些苦难不是说没有信耶稣的人吗？信耶稣不是在主里有平安吗？那我已经信耶稣了，为什么我还遇到苦难？为什么我信耶稣了，我还确诊呢？用我们现在的环境来讲，为什么我还被框内，我还被确诊呢？更让我们不解的是，我不但是信耶稣，而且我非常热心聚会，我也很热心做圣工，我也有在奉献，为什么我会被确诊呢？为什么我会被框内呢？不是那些没有在聚会的，不是那些软弱的，没有在做圣工的人确诊，反而是我有很热心在聚会，我有在做圣工的人确诊。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苦难？所以苦难的问题是千百年来人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啊，也是我们许多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为什么我信耶稣了，我还遇到苦难？为什么我这么热心聚会，我这么热心做圣工，我有在奉献，为什么我还是遇到苦难？小弟就根据这个题目，按照我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我提出两大点，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第一大点，我们先来谈为何会受苦难。第二大点，再来探讨苦难要操练我们什么。我们先来谈第一大点，为何会受苦难。第一点，因为神要拣选我们。我们看以赛亚书48章第10节，以赛亚书48章第10节，48章第10节，我熬炼泥，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这里天上的神说，神把我们丢在苦难的炉中啊！我现在在苦难的炉中，是神把我丢进去的呢。那为什么神把我丢到苦难的炉中？神为什么没有保守我平安，把我丢在苦难的炉中做什么？原来这边说好，神要拣选我们啊！原来神让我们受苦难，神就是要拣选我们，因为神要熬炼我们啊。前面就讲熬炼我们，好像熬炼却不像熬炼金子啊。我们知道我们要得到那个纯金纯银就是要用火熬炼把那个金子银子里面的那些杂质把它炼净，才能去掉那些杂质，才可以得到纯金嘛。一样神要拣选我们，神要熬炼我们，所以他把我们丢在那个苦难的炉中来熬炼我们。但是
不同的是什么呢？神这边说好第十节，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神说我熬炼你们不像那些金匠银匠在熬炼银子一样。我们知道金匠银匠他们要得到纯金纯银，他会用最快的速度嘛，缩短时间嘛，拿到纯金跟纯银，所以他一下子就把那个火火炉的火开到最强最旺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是时间要缩短，赶快得到这个纯金纯银。那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意思说我不像那些银匠金匠银匠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那个炉中的那个火度那个热度一下子就加到最强。不是，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意思是按照我们个人的程度，我们所能承担的慢慢加火。不会说一下子让我们没办法承受承担。但是人在苦难当中我们都会认为说，哇神啊，你现在让我遇到的我没办法承担。比如说我现在只能挑50公斤，神啊，你怎么把80公斤100公斤放在我的肩头上，我没办法承担啊，承受不住啦。那是我们自己的这种看法跟感受，神知道我们所能承受的吧。所以神不会让我们承受我们没办法承受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讲，传道，感谢主呢，还好我们都不是约伯我们都没有遇到约伯的苦难，还好啦感谢主。我说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不是还好我们不是约伯没有遇到约伯的苦难，我是说我觉得我们都还不够资格，我们还没办法承担如果约伯的苦难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有办法承担吗？我感觉我没够资格了，我们还没办法承担。所以不是还好我们没有遇到，是我们没办法承担。那为什么神让约伯遇到这个苦难？因为神知道他可以承担得起。因为魔鬼撒旦告诉神说，你把保护他的篱笆拆掉，你把所赐给他的一切都收回来，他一定会当面弃掉你，他还会敬畏你才奇怪了。你对他这么好，他当然敬畏你嘛。你不要对他那么好，你保护他的篱笆拆掉，赐给他的一切所有都收回来，他还会敬畏你吗？不可能。神为了要证明这一点，神知道约伯敬畏神不是因为外在的这些物质条件才来敬畏神，神说好你去做。所以为什么约伯承受到这些苦难？因为神知道他承受得住。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神熬炼我们不像那些银匠金匠在熬炼遗址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了，神会看我们个人的程度，我们所能承担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里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这个试探跟试炼原文是同一个字也是一体两面有些时候是试探，有些时候也是试炼，一体两面如果我们用约伯的例子来讲，约伯所遇到的事情是试探也是试炼，从魔鬼的角度来看就是试探，就是要让他当面弃掉神这个是试探魔鬼也试探他，要让他当面弃掉神。那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是神的允许嘛，如果没有神的允许，魔鬼没办法做。好，那神的允许就是试炼试炼是好的。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到约伯记42章第6节那边试炼之后，约伯自己讲的，我以前风闻有你，我今天亲眼间看到你了，就是说他事主更深他的灵命越来越成长
以前风闻有神，今天亲眼间看到神，那个就是神试炼的目的。所以这个试探跟试炼原文是同一个字哦。如果我们从这节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试炼神允许这个撒旦来试探我们，也是神这个允许但神允许是神要试炼我们。所以这边说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所以神允许是说他可以承受。所以神才答应这个撒旦的约要求，说把那个篱笆拆掉把赐给他的所有都收回来所以我们所遇到的这些苦难试炼都是我们每个人能承受的。神不会把我们没办法承受的放在我们的肩头上我们在那边受苦啦，流泪啦，天上的神在天上看得哈哈大笑吧，会这样吗？不会啦。有些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神啊，你不知道我的苦吗？你不知道我现在在流眼泪吗？神啊，你都不知道吗？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天上的神也在掉眼泪，也在哭。哎呀，我的孩子怎么这么软弱？我的孩子为什么还这么幼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让他坚强。其实我们的信仰不是要让我们的生活更容易，信仰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坚强。信仰不是使我们的生活更容易，信仰是使我们的生命更坚强。就好像约伯一样经历之后，他的生命就比一般人的生命更坚强了。所以这边说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神不会对人开玩笑啦，神不会故意找人麻烦啦。但是一般人世人的观念就是这样当遇到晴天霹雳的事情啦遇到突然的这个意外灾害啦都会头仰着天对天上说什么，老天爷啊，你是没有长眼睛老天爷啊，你是跟我开玩笑我们的神没有长眼睛吗？我们的神会跟我们开玩笑吗？那是一般人嘛，一般人没办法理解的。老天爷啊，你给我开玩笑你没有长眼睛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的家庭，你跟我开玩笑神不会跟我们开玩笑。这边说神是信实的神神不会叫我们受的试探试炼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有些时候我们带着肉体有些时候我们会软弱体贴肉体但是神总是爱我们，这边说总是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可以忍受得住。所以为什么我信主了，为什么我这么热心聚会，我有在做圣工，我还是受到苦难，为什么？因为神要拣选我们，神现在在熬炼我们，神要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去掉，神爱我们当然在当下我们觉得说，哇，神啊，这个好苦呢，我承受不住。神知道我们承受得住。好，纵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承受不住，这边说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可以忍受得住。第二点，为什么我们会受苦难？因为神用患难做老师，来教导我们许多属灵的功课。我们看以撒书30章20节，以赛亚书30章20节，以赛亚书30章20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
要行在其间。这里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吃，以困苦给你当水喝，我们就很没办法理解。神啊，你没有赏赐恩典福气给我，已经说不过去了呢。对啊，你没有赏赐恩典福气给我，已经说不过去了。啊，你没有给我恩典，你又给我什么？艰难，用艰难让做饼给我吃哦。以困苦当水给我喝哦。对啊，你没有恩典给我，已经说不过去了。你还要让我遇到艰难，你还让我遇到困苦啊。啊，这个艰难当饼吃呢，困苦当水喝呢。啊，这边说为什么呢？啊，这边说你的教师就不再隐藏了，你的眼睛会看到你的教师。哦，原来许多时候神就是用让这些艰难困苦当我们的老师啦。因为很多功课齁，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学不会，我们也不愿意去学，不愿意去面对。好，那神爱我们，神就教我们怎么教，用患难用困苦当老师来教我们许多属灵的功课。所以说我们就齁眼睛就会看到我们的教师哦。哦，这里说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了。曾经就有信徒哦，用这节经文来问我，传道，你有听到后面有声音跟你讲过吗？后面是什么意思？后面就是经历了。哦，这边说齁，你或向左或向右，就是说我们愿意面对的时候，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我们愿意接受面对，诶，我们就在这边当中会调整我们的脚步。诶，我们向左了，偏左了，哦，你偏左了，你要修正回来。哦哦啊，你偏右了，哇，你要修正回来。哦啊，我们会修正啊，会修正哦，这个就是在引导我们教导啊，对对对对对，这样这样走，继续走，这样对的。后面有声音说，好，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好，我现在都站在这边了，我都不动，我都不动哦。我站一天，我站一个星期，我站一个月，我回头看，我有没有后面？没有。我没有后面，因为我没有走。好，我现在开始走，走一天，走一个礼拜，走一个月。好，我现在往回头看，请问我有没有后面？有啦，那个后面就是经历啊，那个后面就是经历。所以我们要接受神对我们的安排，这个环境我们继续往前走就对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愿意走啊，神啊，我不能接受，我不愿意面对啊，我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面对，不愿意继续走。当然我们都听不到后面有声音说啊，我们从就不会听到后面有声音说。为什么？因为没有经历啦，那个后面就是经历，经历会告诉我们又修正我们，诶，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受到苦难？因为像这边所说的啊，主用艰难给我们当饼吃，用困苦给我们当水喝。那如果我们愿意接受顺服面对，继续往前走，诶，神就会修正我们，神就会带领我们。对对对，慢慢给我们修嘛，修正我们的脚步。我们本来诶，我偏左了，还是说偏右了？那我们就会修正嘛。啊，对，就是这样，继续往前走。对了。走在正路啦，走在神的恩典当中，走在神的爱中啦，我们就不会偏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受苦？第一个，神要拣选我们，所以神把我们丢在苦难的这个炉中熬炼我们。第二个，神以艰难困苦为老师，教导我们许多的属灵功课。
好，现在我们来谈第二大点。那苦难要操练我们什么呢？第一个，苦难要操练我们的圣洁。我们看约伯记23章第八节。约伯记，约伯记23章第八节，约圣经644页第八节，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看见他。第九节，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第十节，然而他就是神哦，他就是神。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约伯在受苦难的过程当中，他一度也怀疑神不爱我了，我被神丢弃了。人当下都会这种感觉哦。如果神爱我，神怎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发生在我的家庭身上呢？发生在我太太身上？发生在我先生身上？发生在我孩子的身上？发生在我的父母身上？神爱我吗？啊，我被神丢弃了，神不管我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约伯也曾经有这种感受。所以第八节他说什么呢？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好，神是不是哦？丢着我不管，自己往前走。神在前面哦，丢我这一个人哦，在后面走不动。神还不管我哦，继续他哦，自己走他的路。所以哦，我要跑到前面看神是不是在那里。所以我往前走，哎，神没有在前面呢。啊，那我知道了，神在后面休息啊，让我自己一个人哦，啊，这个哦，啊，满布哦，这个很。疲惫，拖着疲惫的步伐，也在行走，神在后面休息。好，所以我往后退，看神是不是在那里。他说我往后退，神也没有在那里呢。那神在哪里？突然之间他发现，神没有离开他，神没有丢弃他，神一直在他身边呢，在他左右呢，只是他不知道而已。所以第九节，神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神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看见。所以我们在患难困苦当中，当下我们都会觉得我被神丢弃了，神没有在我身边了，神不管我了，是吗？神在哪里？神一直在我们身边，没有离开，只是我们没有看见他而已。为什么没有看见他？心静不下来，很烦躁，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不满，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不满吗？然后就会发怨言，就会批评，就会论断，就很伤心，就很难过，所以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就会看不到神一直在我们身边。我们都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叫《海边的脚印》，那个作者的过程心路历程就是这样啊。他在这个患难困苦当中，那有一天他在睡觉的时候也是很难过啊。睡觉的时候他就做个梦，他说哎，海边本来有两双脚印，海边有两双脚印，那后来之间呢，变成一双脚印而已。啊，他就想，哇，对了，那两双脚印的时候就是过去哇，我很顺利、很快乐的生活了，哇，神都跟我一起行走了，神都在我身边了，所以那段日子我觉得非常的顺利、非常的快乐。突然之间，两双脚印变成一双脚印，啊，都是现在的我啦，啊，那个脚印就是我的啦，主耶稣不见了啦，主耶稣放任我这一个人在行走啦，我已经走不下去了，他也不管我啦，
那个脚印就是我的啦。哦，所以他越想越难过了。突然之间哦，有个声音跟他讲：“我的孩子啊，那个脚印不是你的，那个脚印是我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走不下去了，我抱着你走啦，是我抱着你走。那个脚印是我的，不是你的。”突然那一个人齁、哦、突然就掉下眼泪来，非常的羞愧，也非常的难过。我错怪神了，神这么爱我，神没有离开我，竟然觉得神不爱我，神把我丢掉了。那个脚印是我的，其实那个脚印不是他的，是神的脚印，他走不动了，神抱着他走。所以这个经历完之后，他就填那个词啊，这首诗歌了哈，这个词“海边的脚印”就是这个意思了。哦，所以当下哈，这个约伯也是这种感受，谁都一样啊。当下我们的感受都是这样，我好像被神丢弃了，神不爱我了，神在前面还是神在后面？但是这边后来约伯的感受是，神都没有离开。神都在我的身边，在我的左右，只是我没有看见他而已，只是我还没办法感受神对我的爱了。所以第十节他说，然而他知道神，神知道我所行的路。很多时候神的安排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好了，神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神在做什么嘛？对啊，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就好像说，很多时候我们为孩子所安排的事情，为孩子所做的事情，很多时候父母亲不会告诉孩子，不会告诉孩子。啊，但是孩子有些时候会误会误解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怎么这样安排呢？怎么样对待我呢？他误解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跟他讲，孩子误解我们，我们也没有去跟他解释哦。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一天他会懂，他会明白，他会知道。而且有些时候我们现在跟他讲，他也没办法体会。为什么？要经过时间，要经过历练。就好像我们台湾话所讲的，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啊。有些时候要懂父母心肠哦，不是说现在跟孩子讲，好一直讲一直讲，他就是没办法体会啊，他就是不懂啊。为什么？自己当父母亲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啦。哦，手抱孩时才知父母时啊，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哦，所以很多时候当下我们不明白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神你在做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他自己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约伯说，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验我之后，我必如金晶。所以约伯知道，哦，原来神操练我，就是要让我好像金晶一样啊，要让我圣洁，把生命当中的杂质把它去掉了，炼净我的生命了。后来他就接受了，我一开始他也没办法接受，神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事情。所以约伯在跟他的三个朋友在对谈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就说，你就是犯错啦。没有啊，就是你孩子犯错啦，没有犯错怎么遇到这种事情呢？他就用那个因果论嘛，用结果来推因嘛。遇到患难啊，遇到患难就是让神责罚嘛。为什么让神责罚？因为你们就是犯错嘛。百口莫辩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约伯跟他讲，跟他朋友讲，我敬畏神呢，我都在帮助人呢。啊，我哪有犯错？所以他一开始他也没办法理解啊，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后来慢慢他就知道了，原来神要让我好像金晶一样了，他在熬炼我了。我试炼之后，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好，我们看传道书七章十三节。
传道书七章十三节，传道书七章十三节，七章十三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为屈的，谁能变直的呢？十四节，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查看神的作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使人得着益处。神所安排的事情都会发生功效，目的就是使人得到益处。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为屈的，谁能变直的呢？第一个告诉我们要顺服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是这样，我们永远改变不了，但是人就是一直要改变神的作为，一直要改变神的作为，但是不改变神要让我们改变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要改变我们啊，就是要改变我们。但是我们一直不改变神要我们改变的，我们一直要去改变神，有没有？神啊，你赶快改变环境，环境改变了啊，就解决了。但是神马上把环境改变，我们还是依然没有改变啊，坚持一样啊，跟耶稣一样啊，哦，只有一种没有改变而已啦。耶稣永远不改变啦，但是有些人哦，要像耶稣一样，永远不改变。所以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神的主权，神使他变屈的，谁能使他变直的？所以我们要接受那不能改变的，要改变神要我们改变的。但是我们人刚好都颠倒，不改变神要我们改变的，但是我们都要改变神的作为。好，十四节告诉我们，遇亨通和喜乐的日子啊，这两样是并列的，告诉我们说，也不会永远都是喜乐的日子，也不会永远都是遭患难的日子啊。有些时候会喜乐的日子，有些时候会遭患难的日子。好，喜乐的日子，亨通的日子要喜乐，就是要归荣，要给神，要感谢神。那遭遇患难的日子呢？这边说我们要思想，要思想。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情？但是在遭患难的日子当中，人大概都是一直问神啊，神啊，为什么？神啊，为什么你这样做呢？神啊，为什么你允许呢？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一直问。其实为什么是那个小孩子在问的。我们看那个读幼稚园，以前是读幼稚园那个小孩子开口闭口都是问爸爸妈妈，问老师说，老师啊，为什么？老师啊，为什么？那个就是还没有长大，还没有长大都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不要再一直问神为什么，我们应当问神，神啊，你要我做什么？神啊，你要我改变什么？这才是长大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还长不大呢，一直问神，神啊，为什么是我？神啊，为什么你允许呢？为什么我确诊呢？为什么我全家都被框列了，被确诊呢？神啊，为什么是我？神啊，你要我做什么？神啊，你要我改变什么？神啊，你要我学习什么？所以这边说，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情。意思是什么？我们不能说神啊，你是错了，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情。不管神让我们亨通的日子，不管神让我们遇到患难的日子，神都是要人们得到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里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万事就是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会发生功效。神不会做那个没有意义无聊的事情啊，都会发生功效，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所以我们要在患难当中得到益处，我们不要白白受苦啊。我们台湾话说，哇，一道爱扣一只阿母啊，经一事啊，经一事要长一智啊。跌倒了
要汲取教训，要从这个跌倒当中哈，得到益处啊，哦，跋一刀，捡一只阿母啊，哈，这是台湾话讲的嘛，哈，哦，那我们一般讲的就是经一事要长一智，哦，痛定思痛，哦，不能白白受苦嘛，哦，这个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嘛，哈，哦，神哈要操练我们，操练我们的圣洁。好，第二点，苦难要操练我们什么呢？操练我们的信心。好，我们看彼得前书一章第六节。彼得前书一章第六节。彼得前书一章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第六节先告诉我们，因此我们是大有喜乐的，虽然如今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什么叫做百般的试炼？百般就是各式各样。诶，啊，为什么各式各样？因为神按照每个人的需求，神按照每个人不同的阶段，来试炼我们，这个叫做百般的试炼，各式各样。所以每个人遇到的这个试炼不一样，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遇到的试炼也不一样，但神的心意是一样的，就是要拣选我们，就是要教导我们许多属灵的功课。好，这边说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啦，不会永远忧愁，那只是一个过程嘛，一个过程，一个经历。好，那神试炼我们做什么呢？第七节就告诉我们原因嘛，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所以真实的信心就是火炼的信心啊，经过试炼的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哦。信心不是嘴巴讲的，挂在嘴边别人说我很有信仰哦，我最有信心哦。主耶稣曾经预言彼得嘛，说人要击打牧人哦，羊群就这个分散哦，魔鬼要得到你们哦，好像塞麦子塞你们一样哦，你们都要跌倒哦，都要离开我哦。彼得说什么？主啊，跌倒离开是别人，我彼得永远不会离开你，我永远不会跌倒。耶稣说，今晚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更拍胸脯说，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是跟主耶稣你一起下监，跟主耶稣你一起受死，我都甘愿，我哪有可能不认耶稣？你呢？我最有信心啊。我们相信彼得当时讲的话是实在话，不是说谎啊，是实在话，不是说谎。但是彼得不知道人带着肉体那么软弱，信心不是嘴巴讲的啦。主耶稣也没有责备他啦，你闭嘴，跟你讲的你还在那边顶嘴。主耶稣跟他讲什么？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使你不至于跌倒，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结果彼得还是没有听进去嘛，真的哇，真的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犹大带着罗马兵丁来抓拿耶稣啊，哇，大家就四散了。那彼得不是说要站在耶稣旁边吗？有吗？彼得是没有逃开啦，但是圣经说彼得远远的跟着，远远的跟着。那不是说要跟主耶稣站在旁边吗？不是说跟主耶稣要下监吗？不是说跟主耶稣要一起受死吗？就跟到那个大祭司的院子当做路人甲路人乙啊，掺杂在众人当中，在那烤火啊。人家那个侍女一来，你跟耶稣同伙了，装蒜。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呢，装蒜。过不了多久，人家那个侍女又来，你真的跟耶稣同伙的啦。这次不能装蒜了，这次说启示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不认识那个人。
过了不多久，那个侍女又来了，你真的跟那一个跟耶稣是同伙的，我有证据。为什么？你的口音露出你的身份来，你是加利利人。彼得紧张了，紧张了，所以前面是启示，现在加上发咒，发咒启示，我不认识那个人。什么叫做发咒？就抓了，我不认识那个人。如果说完，我出去被卡车撞死，我出去被雷打死。前面彼得不是跟耶稣讲，死也要认耶稣，对不对？死也要认耶稣。现在是什么？死也不要认耶稣哦，死也死嘛不被人家说哦，就抓呢。我若讲不出，我去学车弄死，我去学雷公卡死。结果一说完，鸡就叫了，鸡就叫了。好，圣经描写说，彼得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了，就出去痛哭。为什么痛哭？我怎么这么软弱？我以为我很坚强，我以为我信心很坚固，结果呢？有吗？所以信心不是我们嘴巴讲的呢。度丢的灾啦，苦难一操练哦，考试一来就知道了，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我们到底信仰多坚固？没卵用啦。有些人为什么不来聚会了？有些人为什么不做圣工，把圣工辞掉了？为什么？遇到患难啊，遇到苦难啊，耶稣不爱我了，我干嘛还要爱耶稣呢？我不来聚会了，我不做圣工了，我不奉献了。对啊，患难一到，信心呢？信心在哪里？平常讲的信心在哪里？信仰在哪里？所以真实的信心是要经过操练的，不是嘴巴讲的，操累的灾了。我们看但以理书三章十六节，什么叫做真实的信心？但以理书三章十六节，但以理书三章十四节啊，三章十六节，抱歉。但以理书三章十六节，十六节，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回答你。”十七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十八节，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里是谈到这个但以理他三个朋友的一个信心，他们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是经过这个火炼的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这里讲到两种信心，第一个信心即便如此的信心，第二个信心即或不然的信心。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尼布甲尼撒当时立了一个金像通告全国，听到各种音乐的声音，马上要向金拜跪下，如果没有的话，马上要把这个人丢到那个火炉里面。三个人坚持信仰啊，对神有信心，绝对不跪拜，马上叫人去通风报信了，王马上把他们叫来了软硬兼施呢先跟他们讲说，哎呀，我听说你们不拜我所立的金像，有没有这回事啊？有没有这回事？我听说啊，好，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你们再听到一点声音下拜那我就既往不咎。我通常如果信心不坚固的人信仰不坚固的人，听到这样，哇，吾往万岁这个万万岁啊，谢主隆恩啊，对不对王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啊王先软的来，然后换一种说，
如果你们不跪拜呢，没有任何神任何人可以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好，他们三个人听到之后说，王啊，不用再讲了，不用再讲了，我们就是不会跪拜，我们就是不会跪拜，要丢就丢吧，要丢就丢吧。啊，他说什么呢？即便如此，就是说好，他就要回复前面王说的，没有任何神任何人可以救我脱离，好，脱离我的手。好，他们说好啊，王啊，你就是丢吧，即便如此，你把我丢进去，我们相信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便如此的信心，我们的神可以拯救我们，这是第一个信心，即便如此的信心，绝对相信神。第二个信心，急祸不然的信心。诶，如果我们的神没有拯救我们呢，如果我们的神没有拯救我们呢，我们也不会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诶，神没有拯救我们，不是神没办法拯救我们哦，因为他第一个信心已经确立了，我们的神绝对能救我们，对神绝对的信心。好，第二个信心是什么？将主权交给神，神要不要救我们，那是神在决定的。但是神没有救我们，不是神能力不够哦，不是神没有那个能力救我们哦，是我们将主权交给神，我们顺服神的安排。哇，这个就不简单哦。哦，所以真实的信心就是这两个信心，即便如此的信心，急或不然的信心呢？真实的信心就是要经过火炼，才是真实的信心。所以苦难就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第三个，苦难就是要操练我们的忍耐。我们看雅各书一章第二节，雅各书一章第二节，雅各书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第四节，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这里也是谈到苦难的问题啊，也是告诉我们，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百般试炼当中还要我们以为大喜乐，这个以为是什么？认定、看定、认定哦，认定，不是认命哦，认定跟认命差很多哦。你看，一般素食的人的观念就是这样，认命了 啊，没办法。我的命就是这样，我的命就是这样，时也命也，非我之所能也啦，啊，没办法啦，我的命运啦，啊，人家都是哦，抽中电视机啦，我都抽中打火机啦，啊，这个好运都被人家遇到了，这个不好的运都让我遇到嘛，啊，我认命啦，我认命啦，那个叫宿命论啦，无奈啦，但是我们不是认命哦，这里是说认定，啊。以为大喜乐，属灵的看见了，哦，这是神要给我恩典啊，神要拣选我啊，哦，神要炼尽我生命的杂质啊，哦，神要让我的信心好像那个火炼的信心一样啊。如果我们知道神准备礼物在那边等我们去领受礼物，那是恩典啊，我们不会喜乐吗？哦，所以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这个百般的试炼当中是暂时忧愁。好啊，这边就告诉我们，跟刚刚一样嘛，哈，叫我们的信心哈，经过试验。好啊，经过信心经过试验呢，就生忍耐。所以苦难就是要操练我们的忍耐。苦难当中最难熬的是什么？时间啊，时间最难熬，所以在苦难当中哦，真的是哈、哦，度日如年啊。神啊，好久了呢，一个礼拜了呢，一个礼拜我们觉得好久啊。神啊，很久了呢，一个月了呢。神啊，你老是要帮我解决。神啊，我忍耐不下去的啦。神啊，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啦，没有错啊。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时常说我都忍耐不下去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圣经特别用生忍耐，不是说信心经过试炼就有忍耐，就有忍耐，就忍就很自然嘛，自然而然就这样嘛，不是哦，他不是说就有忍耐哦，是哦，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生。好，什么叫做生呢？生命啊，生命啊，意思说这个忍耐是什么？这个忍耐就是有生命的忍耐，生命不厌倦的耐力啦。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生忍耐，我们不是像一般世人说啊无奈啦，无奈啦，不是无奈哦，我们是忍耐，而且这个忍耐是有生命的忍耐，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有生命力量的忍耐，这样的忍耐才不会厌倦啊。好，这边说哈，就生忍耐。再来呢，生是什么呢？生总是要有过程嘛，那个时间，我们要生个孩子，结婚之后马上就生孩子了吗？没有啊，结婚之后怀孕呢，要怀孕十个月呢。啊，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好受吗？对不对？哦，有些人哦会害喜呀、啊，哦，有些人哦要去安胎呀、啊，有些人哦要躺在床上休息呀、啊，去吊点滴呀、啊，哇、哦，饮食哦整个都改变啊，作息都改变啊，哦、生要生个孩子要十个月嘞。就是时间啊。哦，所以有没有忍耐看时间就知道了。看时间就知道了。哇啊，怎么半途而废，我说没办法忍耐啊。诶，但是我们看，诶，这个人真是忍耐到底。哦，所以说第四节，但忍耐也当成功。有些人忍耐没办法成功是什么？破功嘛，为什么破功？半途而废嘛。哦，比如说这次神齁、哦诶，让我们遇到这个苦难，比如说啊，就是哈、啊，这个跑5000公尺嘛，啊，一开始我们跑还跑得不错嘛，对不对？但是跑到1000公尺、2000公尺，哇，脚酸呐、啊，肚子痛呐、啊，哦，啊，我不跑了，哇，有成功吗？没有成功。那个所谓成功，就是神所要我们达到的目标了，就是没有跑完呐、啊，跑到一半就不跑了，没有成功。哦，所以忍耐。要达到成功，是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苦难最难熬的就是时间，要通过时间的考验。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要怎么忍耐呢？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什么叫做到底？到底就是这边所说的成功了、啊。啊，那个底到底是多久？不知道。好，我们用圣经的例子来讲，约瑟忍耐多久？22年哦。约瑟17岁被卖，30岁当宰相，按照是经过13年的，对不对？好，又经过7年的丰收年，有没有？哦，所以13+7=20年。好，又经过2年的饥荒了，哦，迦南地没有食物了，所以约瑟的爸爸雅各派他们的孩子来埃及提粮，对吧？来买粮食，啊，他们的哥哥来埃及买粮食，哎，卖粮食给众人的是谁？约瑟。所以他们哥哥来到埃及的时候，哇，啊，约瑟坐在宰相的位置嘛，他们哥哥哈向约瑟下拜，圣经描写说，约瑟就想起以前做的2个梦。他哦，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子的。所以约瑟忍耐多久？22年。好，我们要忍耐多久？不知道嘛，哈，忍耐到底嘛，哈，忍耐到成功嘛。好，我们看诗篇105篇。诗篇105篇17节，诗篇105篇17节，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18节，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困居。19节，神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话
应验了。你看诗篇的作者这边也谈到约瑟被卖神的旨意，神试炼他，约瑟的过程当中好过吗？十七岁被卖，本来是爸爸手中的爱子啊，爸爸爱他，还做他彩衣呢，彩衣呢，结果彩衣被脱掉，被他哥哥卖到埃及当奴隶所以本来穿彩衣，现在穿什么呢？仆衣啊，仆人的衣服呢，结果又被他祖母陷害，被关在监牢里面，哇，奴隶已经很可怜很可悲了呢，现在当囚犯所以那个奴仆的衣服脱掉了，又穿上什么囚衣，囚犯的衣服呢。如果我们是约瑟，我们会怎么想？神啊，到底我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啊？我是犯了什么罪呢？神啊，我有得罪你吗？神啊，我有没有跟我们哥哥一样啊？我都把我哥哥的这个恶行都跟我爸爸讲呢，我都没有跟他们学坏呢。神啊，为什么这样子呢？我都敬畏你呢。圣经记载，神都跟约瑟同在啊。神为什么又跟约瑟同在？因为约瑟亲近神，敬畏神嘛，神跟他同在嘛。那约瑟为什么会被祖母陷害？他坚持信仰啊，他坚持不犯罪啊。他祖母要他跟他一起犯罪啊，他跟他祖母讲说什么？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拒绝他祖母呢？他做的是对的事情呢？啊神啊，我坚持信仰，我不得罪你啊神，你竟然这样对待我啊！竟然我被陷害，被关在监牢里面，我们还会坚持信仰吗？你看这个约瑟不简单这个过程当中他当然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他也是在追求明白神的旨意。好，所以这边说哇，神先打发一个人约瑟去被拜卖为奴，你看这个都神的旨意嘛。好，你看他的过程是什么？好过吗？吃香的喝辣的吗？没有啊，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困居，他的日子是这样的。好，一直到哪时候？十九节，耶和华神的话试验他，只等到神所说的话应验了，几年？22年。我们看创世纪45章第6节，创世纪45章第6节，创世纪45章第6节，45章是约瑟跟他们的兄弟相认相认。好，第六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好，你看到我刚好讲了，17岁被卖，30岁当宰相，所以经过17年了。好，又经过7年的丰收年了，所以13+7=20年。好，这边约瑟说，现在饥荒已经经过2年了，所以又加上2年，就等于是22年。好，这个时候约瑟说什么呢？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第7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前迁来，我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大施拯救，保全你的性命生命。第8节，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看这段话是不是呼应刚刚我们谈的诗篇105篇那边所说的，直到神的话试验他，直到神成全应验他所说的话。所以这句话是应验了约瑟自己讲的，原来神先差我来诗篇那边不是说神先差一个人来啊，这个人就是约瑟嘛直到神的旨意，神的话应验了原来约瑟他自己讲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先差我来了。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先差我来到这边。所以到底神对我们的试炼，我们要忍耐多久？不知道，就是忍耐到底就对了。我的到底是几年？
不知道你的到底是几年，不知道、哦、直到神的话应验为止、哦、好，最后我来做一个结论、哦、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遭遇非常的事。十三节，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里彼得长老也是告诉我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不要以为奇怪、哦、都告诉我们倒要欢喜、哦、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是神的恩典、哦、神要拯救我们、哦、拣选我们，神要叫我们属灵的很多功课，神要操练我们的圣洁，神要操练我们的信心，神要操练我们的忍耐，神要操练我们的顺服，神要操练我们的祷告，神要操练我们的爱心。如果我们知道神的爱、哦、当然我们就会以为大喜乐，我们也不会以为奇怪，怎么这样子呢？我在聚会呢，我在做圣工呢，我这么爱主呢，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呢、哦、这边括号又说什么呢？似乎遭遇非常的事，遭遇非常的事 不是一般的事情呢，很严重的事情呢，所以站在人的角度会不会很奇怪，会不会很压抑？会啊，但是告诉我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受苦？就是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在神的救赎经纶 当中按着神的旨意而行，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边说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在百般试炼当中暂时忧愁，这个忧愁是暂时的，但是那个后面要得到那个欢喜快乐呢，是永远的欢喜快乐。那如果我们已经看到那个永远的欢喜快乐，我们现在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我们就会以为大喜乐，因为我们已经有属灵的看见了，所以苦难的操练，为什么神让我们遇到苦难，就是要拣选我们，就是要教导我们属灵的许多的功课，就是要操练我们的圣洁，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的忍耐，操练我们的爱心，操练我们的顺服，操练我们的祷告，看个人的需要，如果我缺少祷告，神就操练我祷告，我缺乏爱心，神就操练我爱心，我缺乏顺服，神就操练我顺服，我缺乏信心，神就操练我的信心。以上做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一起来唱诗220首。